这机子吧，对吧？这就说了一句多少钱一碗，然后他说。哎，那那还要。烂仓库，那谈不上是小姐，但他就是以前在马路上一看，妈的，看不上。你说做小姐这样说啊？你说韩国人便宜，他也不干，台湾也不干，是吧？那就是受辱了。你说他安得不到一件，是吧？他赔一个钱，你肯定还没结婚呢。
不行，可以把你熬了。可以。那我不要你了，我不要你了。这个不是吃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不是？